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嘉利利宣教中心，投我一票，返回上一页 FZ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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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1
类别、限期、行程日期或期程、全年、行程地址。台南市御景区35里80，3-1号，行程主体，宏伟地标，宗教圣地，宗教园区说明，嘉利路，宣教中心青少年营地，其他安置机构说明，台南市私立希望之家。谢谢。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嘉利路宣教中心。一、漂流木方舟教堂特色。台湾第一座漂流木教堂。一、漂流木方舟教堂故事。西元2009年莫拉克台风，重创台湾中南部木竹灾，区居民的惨痛，嘉利路宣教中心担起社会责任，也成立安置中心，协助安置灾民，透过屏东林管处提供漂流木新建，造型如同圣经里的诺亚方舟，加上周边林木茂盛，还有美丽的大草。一、教堂美如图画，可容那700人的嘉利路漂流木方舟教堂。方舟教堂新建耗11年多，由宣教中心同工和高屏灾区援助民共同建造，教堂内彩绘蓝天白云及彩虹，外部则树立一排沉醉动物塑像。除了提供教会机构聚会使用外，教堂外还设有位浴设备，既美观又实用，符合成为灾变收容中心的条件。这些风灾过后大量的漂流木本来是代表灾难，但是嘉利路宣教中心利用来打造教堂，提醒人们做好水土保持的重要，将灾难化为祝福。二、漫步嘉利路主园区，园区全天开放，自由参观，设有多处动物模型呈现，动物成双成对呼应方舟之造景，园区多处园艺以及茂密老树亦做详细介绍。嘉利路拥有的是多数位开发的自然山林保有园，使生态回归自然。二、一览山中城堡希望。
之家，于希望之家的故事机缘。2003年配合政府的政策，设立了希望之家。希望之家是个开放性的安置机构，在于帮助社会中18岁以下行为偏差的青少年，借着爱的关怀与引导，重建他们的心灵，使他们更懂得爱惜生命，建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发挥他们生命的潜能，回归原生家庭，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更借着技能的训练，使他们具有谋生能力，来回馈社会。二、体验教育设施。希望之家外设置了多项体验教育设施，对于青少年从具体团队活动中体验生命和重要有莫大帮助。省道台84线北门一体块四道路为本区之主要重大交通建设，从北门经学甲下营关田大内御景等区，为六年国建计划中的东西向快速道路，将会提升御景作为山区地生活圈的枢纽地位，以为御景山区向外的重要快速联络道路，可衔接国道一号及国道三号本道路开，既提高了山区观光资源的可及性。御景作为台南市山区游戏资源的中心支援城市，观光的定位放在生态文化的知性山村之旅与深度生态水果大餐和文化巡旅，为发展特色以产业活动、芒果节和文化资源交把年市建怀古之旅，为诉求吸旅游客来此做深度旅游，投我一笑返回上一页。本景点图文内容自由各职辖市县市政府提供。 Copyright 2013 Copyright Ministr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台湾中华民国内政府版权所有，地址10017台北市徐州路五号总机1996，配政服务热线最佳浏览状态为 19.0 以上，为最佳 Firefox 4.0 以上1024星号768以上，解析度最佳网站浏览人次3250173602 OK 9 Tag 斜线 HTML 29 Monday 23 September 2013 1:57:34 PNC 0003 台词17360斜线斜线，当提示区块被点击时触发输入框的 Focus 是
键 underscore text trigger focus 斜线斜线最后加上额外的 class name addc last underscore class 斜线斜线设定输入框的 focus 级 for 事件 underscore text focus function 斜线斜线隐藏题是区块 underscore water height for function 斜线斜线如果输入框中没有值则在显示提示区块的This value 等于等于 underscore water show 投票账号输入星号账号请输入 email 星号密码密码的英文字元有大小写之分星号验证码图片彩色并有线条交错的因素字验证码的图文验证码星号输入验证码验证码有英文大小写之分尚未申请账号请由此申请投票账号如需要重发认证信请按此重发认证信 Copyright 2013 Copyright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Republic of China 台湾中华民国内政部版权所有地址10017台北市徐州路5号总机1996内政服务热线最佳浏览状态为 i19.0 以上为最佳 Firefox 4.0 以上1024星号768以上解析度最佳网站浏览人次3250147722 OK 9 text 斜线 HTML 29 Monday 23 September 2013 1:58:52 GMT 0003 types 514772回本页顶端按钮图迎向世界102年度台湾宗教文化创意沃土计划最新消息关于沃土计划台湾宗教文化地图台湾宗教版景Temple Stay in Taiwan 征求良缺文宣下载联络我们全民版景票选申请投票账号收不到认证信请按我票数统计花莲光复保安寺佛祖圣但祝寿团拜祭全乡绕定期吴家年华会投我一票返回上一页 F00001953JPG00001954JPG00001954JPG 县市花莲县类别建筑节庆行程日期或期程每年约5月中行程地址
光复香泉香气内，形成瓷器。节庆活动起始年代，清朝光绪三年至今，宏伟地标五层楼高宫，便是建筑之大雄宝殿。简介：花莲光复保安寺，国主圣，但祝寿团拜祭全将要进行，乌家莲花会。相传清光绪三年，有一位白发老人，先挑一单竹笼放置于马泰安社，现今花莲县光复乡。当时空是黄连胜进来，前随即飘然离去。笼内有同住释迦牟尼佛像，黄连胜乃将佛像安放住宅旁内，然后在金寺庙处搭建茅舍供奉佛像，此乃保安。自建寺之时，光绪十四年，黄连胜通事邀地方人士郑荣龄、陈阳金和曾建国，唐民国六年再度发动的方木款改建为铁皮砖造宫殿式，占地60坪，于六年始完成，并定名保安寺。民国38年，地方贤达发动弃徒，扩建寺地，抛砖覆瓦，三年有成，定金雕两尊木质佛像供祀左右，同时增雕关圣帝君兼上圣母、祝生娘娘、祖祖、大帝等神像同祀于寺。每年农历4月8日佛祖圣，但本寺于4月7日晚上11点整为释迦佛祖举行庄严隆重的祝寿团拜。大典8日上午8点至下午6点止，邀请外县市集、县内各宫庙镇头神像寺和花车及民俗地镇举行全乡盛大绕境为民祈福活动。投我一票，返回上一页。本景点图文内容是由各局辖市县市政府提供。Copyright 2013 Copyright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Republic of China 台湾中华民国内政部版权所有。地址10017台北市徐州路5号总经1996，内政服务热线最佳浏览状态为 19.0， 以上为最佳 Firefox 4.0 以上1024星号768，以上解析度最佳网站浏览人次3250354422 OK 10 Internet 斜线 JPEG 29 Monday 12 August 2013 4:14:12 GMT 19 15455066129 CE 100 003 Type 10320005 173602 OK 9 Text
斜线 HTML 二十九 Monday 二十三 September 2001十三1:58:52GMT 0003 Type 五17360回本页顶端按钮图鱼向世界102年度台湾宗教文化创意握土计划最新消息关于握土计划台湾宗教文化地图台关宗教版 Temple Staying Taiwan 征求良缺文宣下载联络我们全民百景票选申请投票账号收不到认证信请按我票数统计投票账号输入新号账号请输入 email 新号密码密码的英文字元有大小写之分新号验证码出现彩色并有线条交错的因素是验证码的图文验证码新号输入验证码验证码有英文大小写之分尚未申请账号请由此申请投票账号如需要重发认证信请按此重发认证信 Copyright 2001-13 Copyright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Republic of China 台湾中华民国内政府版权所有地址10017台北市徐州路五号总机1996内政服务热线最佳浏览状态为 19.0 以上为最佳 Firefox 4.0 以上1024星号768以上解析度最佳网站浏览人次3251-132732OK9 Tags 斜线 HTML 29 Monday 23 September 2001 13:58:52 GMT 0003 Types 513273回本页顶端按钮图鱼向世界102年度台湾宗教文化创意握土计划最新消息关于握土计划台湾宗教文化地图台关宗教版景Temple Staying Taiwan 征求良缺文宣下载联络我们全民百景票选申请投票账号收不到认证信请按我票数统计受封数不顺天府投我一票返回上一页 F00001924JPGF00001924JPGF00001925K 资讯县市花莲县类别建筑行程日期或启程一年四季皆可行程地址
花莲县寿丰乡树湖村大树。小72年5月号。行程属性。节庆活动。宏伟地标。宗教圣地。简介。寿丰树湖顺天府。顺天府建在于花莲寿丰乡树湖村中，周边环境清静优美，进入府内有如进入世外桃源，翻之历世情。特色东南西北风景致，星夜明空懒无鱼虫鸣鸟，叫天籁音，挂单辞居心旷。一远离尘嚣甚隐士，地一结交友谊，身心休憩，临安逸，不必当位族人居。每年新春初一丢的初十顺天府举办为期十天之旅，暂36天刚龙文正缴获路线齐安里斗大法会。一切记四科仪皆循传统道法，为信众消灾解厄，其让光采农历十月初二为顺天府主神36天刚圣诞签秋，各宫庙镇头极善男性，以皆至府以恭祝团拜之国。动顺天府不仅仅是朝圣祭祀之地，更是身心灵修气修养之所。投我一票，返回上一页。本地点图文内容系由各职辖市县市政府提供。Copyright 2013 Copyright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中华民国内政部版权所有。地址10017台北市徐州路五号总机1996，内政服务热线，最佳浏览状态为 19.0。以上为最佳 Firefox 4.0以上1024星号768。以上解析度最佳网站浏览人次。3250-489-032 OK 10 Image 斜线 JPEG 29 Monday 12 August 2013 4:12:03 GMT 19 3A 12 B619 1297 CE100 003 1032005173602 OK 9 Test 斜线 HTML 29 Monday 23 September 2013 1:58:53 GMT 0003 Type 5 17360回本页顶端按钮图迷向世界102年度台湾宗教文化创意沃土计划最新消息。关于沃土计划，台湾宗教文化地图，台湾宗教百景 Temple Stay Taiwan